不用说，李哥，我知道了。哎，我佳薇，你可以看一下公屏上吗？哥哥姐姐帮我打出来了，就是我想对你说三个字。哥哥姐姐，你们能不能帮我打出来？哎，我哎，是不是我刚刚说错什么了？没有，那还是。哎呀，有话你就直说嘛，不用，考虑我的感受。我说了，我马上就我跟你讲了，我马上就过去了，好不好？我不好意思，我想对你说三个字。我爱你。我生气了你小心一点呀。啊，什么？我有点懵啊，我没有听错吧？我没有听错吧？我没有听错吧，哥哥姐叔叔阿姨们，你哥说的是那三个字吗？我没有听错吧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，我没有听错吧？你们刚刚听到了吗？你们听到什么了？帮我打在公屏上好不好？我应该没有听错吧？我没有听错吧？是那三个字是吗？我以为他要拒绝我了呢。真的没听错是不是？我好像也是听到了这个，我也有点激动。他跑哪里去了现在？李哥，你别跑远了。你是不是不想拍照？我听到这个又有点开心，又有点不免的担心起来。各位姐姐叔叔阿姨们，我说一下我此刻的心情吧，就是有点，就是现在有一点激动，但是又有点不知道，不知所措。拉回来。我知道了，哥哥姐叔叔阿姨们，我也确定了他刚刚说的是什么，但是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你们答应我一个事情好不好？你们答应我一个事情，我就把李哥拉回来继续直播好不好？如果好的话，把好字打在公屏上好不好？我想跟你们说一件事情好吗？哥姐叔叔阿姨们，你们把好字打在公屏上，我真的很想跟你们说一件事情。我想看
看一下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，好不好？对，说完了之后，我就把李哥拉回来继续直播。有一点激动啊，这么多个叔叔姐姐，好好好，那是这样的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，就是我说了啊，就是我现在，至少我现在我已经明确了他的想法，那你们可不可以先帮我保密，就是我对他的那个，我对他的心意，你们可不可以先帮我保密一下？然后一定不要说我喜欢他，好吗？然后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确实没有跟他在一条水平线上，我也喜欢他，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，好不好？帮我保密。好，这么多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帮我抠出来了啊，大家都在说好，好吗？那我就把李哥叫回来，继续跟大家直播，好不好？我都已经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。我去把李哥叫回来继续直播，好吗？不是我不想让他知道，也不是我吊着李哥，是我实在是哥姐叔叔阿姨们，从我的角度上出发，我想自己用自己的方式把他，就是能够最后一起好好走在一起，然后到时候让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所有人一起见证，好不好？暂时保密，好吗？好，那我去把李哥叫回来了。我去叫一下他啊，哥姐叔叔阿姨们。李哥，我都不知道他跑去哪里了，刚刚撒腿就跑，板凳都被他踢飞了。李哥，那个板凳原先是在这里的，他直接踢飞到哪里去，然后一阵回声，他就飞了。李哥，不是你，你别走远了，可以回来了，快回来！晚上还说不定还有什么其他动物呢，快回来！他在哪里哦？真的感谢哥姐叔叔阿姨们这么的支持加微啊，希望大家也能理解我，然后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提升我自己，跟他在同一条水平线的时候，让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一起见证我们，好吧？李哥来了，真的有动物，你注意安全，快回来了。哦，好。你板凳都踢飞了。刚刚当我没有说啊，当我没有说，但是我知道你有喜欢的人了，我不应该说的，但是我还是要说出来吧。但我还是你的哥哥的，佳薇。我想了一下，我刚刚那边想了很久了。啊，我还是你的哥哥，好不好？我还是你的李哥，我们永远都是朋友。好不好？我知道了。我这怎么说呢？我就刚刚就你不要介意啊，就是我知道你有喜欢的人了，我就是
我喜我刚刚说的那三个字，我就是想了一下，嗯嗯嗯，就是你的妹妹的意思吧。好好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啊、好不好？不要打在一起，哥哥姐姐们。我妹妹的啊，人家佳薇没不喜欢我，我喜欢人家，人家有喜欢的人了，你们不要乱说，啊，不要乱说，他有喜欢的人了，哎，我知道了。啊、但是佳薇啊，我敬你，这个给你，这个是朋友的那种给你吧，就那边采的，我刚刚在。你给我踩狗尾巴草，就当做是妹妹吧，不要打在一起，哥姐姐们，等一下佳薇生气了，你们不要打在一起，好不好？她等一下生气了，你就不好了，你不要打在一起，佳薇，你不要听哥哥姐姐们他们乱说的，你不要生气啊，他们打在一起，他们是乱说的，哦、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不要生气啊，开心开心，我现在开心的啊，开心的，挺好的，挺开心的。然后，佳薇啊，你怎么笑得这么开心呀？你是不是看到我难过了，你就很开心呀？那我以后就多难过，就让你多笑一些。不是你哥，不是不是啊，不是啊，你想什么呢？没有。我给哥哥姐姐们说一下话，可不可以？好，就单独给哥哥姐姐们说一下话。好。啊。